哇，今天穿这么新要去干嘛呀？粉条又来了吗？要去卸货了吗？卸货了不是要穿工作服吗？怎么穿这么新呀？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正常了，哦，不是我们正常了，是烩面正常了。今天粉条也到了啊，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从土豆粉条，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啊，货已经到了。真到。好，这个是过完年以后，上个月月底做的粉条，特别的干。快一点，干活这么慢。现在是细粉条，你看，慢些点。快弄，今天晚上给你们加餐。今天晚上的宽粉冻细粉，终于弄完了。来来来，发钱了，发钱了，一人发一块钱，好不好？你不是一块的，拐弯把你关在里面。哎，把这个娃拐在里面。我5元的。你要几元，菲菲？5元。我要65元。为啥卖？为啥老气？为啥？我要1元。1块要了，要不要算了？1块，一人1块。啊，我要1块。好。来，由你爷爷给你发工资，发。小伙伴要一起。结束了战斗。哎呦，原来粉条啊！好咸的，我想要吃咸的。啊，这锅干脆吃的粉条。给大家说的是一袋粉条，我们是按5斤来销售，但是实际上每一袋粉条都是5斤过了啊，5斤2两左右，都是5斤2两左右，给大家都是多装上2两。哇，这是雪山舅子。活舅，活舅了。就妻子都下来了吗？没呢，你咋不吃呀？哇，成妞。啥？你发言不要这些天、啊。我个天，天哪！成妞。这先要醒一醒。先许个望，下入我们的粉条，这个泡好以后把它切成段啊，切短一点，吃起来就好吃了，好入口啊，不然再长的话，吃的不是不太方便。你看今天的配菜都是素菜，素菜粉条，你先等一下加一瓶红酒，粉条终于期盼已久的粉条终于到了，2022年的新粉条，来走起来。我要吃个粉条。嗯，太劲道了，太有嚼劲了。要吃个粉条。数量不多，数量不多。妈妈要，我要吃个粉条。这一次销售完就要到年底了。流质宽粉，不接炸。
五节粉条，像我这么多的人吃这，啊，吃三顿可能就没了。这个不是啤酒喝就好啊。看我们甘肃人的黄土豆，土豆淀粉就是这个东西里面提取出来的。嗯，入口即化，淀粉含量相当高。我就讲了，